到了福建一定要来厦门，来了厦门先要到海边，真的吹着海风啊，真的很舒服了、啊、厦门呢它是一个高颜值的城市，你看到处都是美景。咱们俩这两天在厦门的话，我想去的地方哈、啊、都得跟这个高颜值有关系。这么着吧，一会儿呢咱们俩动一动，先运动运动，先去看一看一支高颜值的女子篮球队怎么样，跟他们打一场篮球。期待。谁到底？哦！往前突，给到底呀、啊，给到底呀、啊！要单突吗？漂亮！好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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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入伙入伙入伙！一起吧，申请入伙，申请入伙。金如过来，然后大金过来，一三在这里，然后还有一个。马莎，对，我们跟你们一块，我们可以啊，四打四。那我是哪队？你我们怎我们俩怎么分？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吧？我是最两光的，一定要配最强的。那你们选一下，你们想要跟张老师还是想跟张老师？啊、哦，真的，我是非常。我是算是我信任啦，我是担心你如果嫌弃我们就可以，不是你知道你选的非常好。 OK， 那我们就这样吧，没事没事，好，来，大家有紧张，一二三，加油。这是厦门第一支两岸融合女子篮球队，成立于今年三月份，他们当中有台青也有大陆的篮球爱好者。今天崇高组合加入球局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很显然，对张梦崇来说，打篮球是个不小的挑战。个人技术相比，篮球更大的魅力在于队员之间的配合，两岸的队友都愿意做彼此坚强的后盾。这个位置不是不过真的是爽。那你们平时就是，我感觉打配合还是蛮默契的，就是这种投那个倒进来啊，还拉出去，尤其是你们那个几个三分投的特棒，好棒。是三分的担当。怪不得我，所以说我们俩一直想着防内线，结果他们拉出去打三分。打不进去啊，撞不到，太高了。你有 OK 吗？那我 OK， 大哥姐。哦，你是厦门的，哦，厦门，厦门啊。哦，你是厦门？你屏东哎？对，哦好。啊，屏东，你也是台湾的哈？对。什么地方？台湾桃园。啊，桃园，对。但是他们说，你会说东北话，会说北京话，还有说闽南语。我小时候，我从六七岁吧来大陆，然后一直到高中都在北方。都在北方，在北京。北京上学，然后寒暑假会。去哈尔滨。你来俺们这嘎多长时间了？大陆来。大陆呗，或者说上哈尔滨几趟啊？十来年了。哎呀妈，十来年了，那挺老长时间了。可不。啊，适应吗？没适应。挺适应。那寻啥对味儿不？没对味儿。没对味儿啊？有搞太近了。哈哈，你们那地懂吗？这东北话。能懂啊。
最后那球吧，台湾那马莎哈传给这个厦门的陈心如，这一个眼神就能领会了，确实是心有灵犀啊，配合得非常好。因为民进党哈在那边作怪啊，造成两岸的一个紧张啊。但是从我在球场上看到了哈，大家那种融洽啊，那种默契啦，哦，我想两岸一家亲啊哈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啦。仅仅在福建，台湾青年就已经超过40,000人，他们在这里实习、就业、创业。平时，玛莎是一名探店博主，拥有10,000多名粉丝，走在街上有时会被认出来。你平时就是那个来探店了？对啊。啊哈。现在也是我一间台湾的冰。台湾人开的吗？台湾人开的啊。就在这。这家，啊，店好小。小峨眉，这个芒果冰啊，芒果冰。侯叔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要那个芋头芋圆，那个沙县草。啊，会挑。为什么？他们家芋头芋圆冰也很好吃。哇，对，很糯，很干净。哇，这个太适合打完篮球来吃了。对啊。哦，我一直在热得要命。怎么了？你经常会在这边探店是吧？对啊，对啊。那你最喜欢就是沙坡尾了？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沙坡尾这个地方很奇怪。嗯。他早上啊5、6、7点到中午之前，都是阿公阿妈，然后在买菜。嗯。对啊，然后到中午就那种生活气息很重嘛。对对对。然后到中午过后，就变成网红打卡点了，你知道那个小哥哥小姐姐就出来，你刚刚也有看到了。嗯。对啊，是不是很酷？沙坡尾是厦门港的发祥地，在这里传统与现代融合，古朴与时尚共存，它仿佛是整个厦门的缩影。闽南文化浸润，经济活力奔涌，散发着独特的美感。好了，上菜了。那这是我们本地的淡水三鲜，我们烧肉的那种。这是炸五香吗？炸五香，这是厦门，厦门的五香拼。啊，好，对。工作之余，一场篮球，几个好友，大家在一样的乡音中品尝家乡的味道，这也许就是家的感觉。来吧，赶紧来吧，来，干杯！在厦门的这几天，天气不算太好，但云当湖畔的咖啡、钟鼓索道的缆车、最美海上自行车道的骑行，都让张梦虫觉得这是一场颜值之旅。今天，虫高哥俩要去厦门观音山探寻另一种美。天气好，这海边全人。好，这景色多美啊！骑着上坡挺累的。到了没有？马上就到了。这就到了，一会儿啊，我们要见识一个年轻的传奇人物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你见过吗？你好，高老师好。哎，啊，张老师好。见过吗？阿言，来这边请。好嘞，我带你们转一转鸿星尔克。来，两位老师请。好，来。吴荣照，鸿星尔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。他因为大手笔的捐赠被公众熟知，但却一直保持低调，极少接受媒体采访。手下吧，咱们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小朋友啊、网友啊，都会说什么霸道总裁。我发现你一点不是那种霸道的总裁。我不是，不是。那平时你的手下，就是你的这些这个同事们，怎么称呼你？管你叫什么？也是叫吴总，底下怎么称呼我不知道，应该叫老吴啊。但我们的粉丝网友们好像都喜欢叫我小吴，是吧？小吴，小吴我听了也挺受用。其他方面，比如说一直在做这个慈善啊，什么方面的？慈善的这种也不用讲太多，我觉得慈善就是关键在做，说了感觉我就觉得不是在做慈善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不想谈这个，不想说，就是做慈善你该做了就做就好了，就不要。被网友们昵称为小吴的吴荣照不太愿意谈慈善，但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。去年7月21日，鸿星尔克在其官方微博宣布捐赠5000万元物资，驰援河南灾区。
今年7月30日，鸿星尔克再次宣布向福建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1亿元物款。曾经有网友说，感觉你都快倒闭了还捐了这么多。还有网友说，鸿星尔克连几百块钱的微博会员都交不起，大家自发帮他充了120年的会员。郑州水灾捐款之前经营状况究竟怎么样？应该说处在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吧，这个转型升级还是比较艰难的。但是呢，也不至于像大家说了濒临倒闭，这不至于。就连那个叫做那个腾讯那个微博啊，微博啊，那个也不是充不起，这个几百块钱还几百块钱还是可以，但是这我们没有在营销这方面有太多的预算，所以大家不会去做这很多，就是扎扎实实在做一些转型，那扎扎实实敢把更多的预算是用在产品的这个升级换代研发方面。鸿星尔克创办于2000年，2003年遭遇水灾险些倒闭，因为自己曾经淋过雨，所以总想为别人撑伞。吴荣照对公司自身的压力和大手笔的捐赠轻描淡写，但去年那笔5000万元物资的捐赠之后，鸿星尔克一夜之间火遍全国，平时只有上百人的抖音直播间一下子涌进几百万人。但是我们要理性一点，好不好？理性一点，不要盲目，不要盲目，哥。我的天哪，怎么上了这么多人，客户？哎，你刚，我害怕呀，这上了这么多人，我的天哪！然后拿了两双鞋，怎么了？这手那个手哦，是我们的主播是吧？啊，对，谢谢，手足无措嘛。那当时你的反应也是什么？啊，我也是手足无措啊！我进直播间，看到这么多人，确实是心里很紧张啊。然后说有无处安放的小手。首先在这里感谢每一位关心跟支持鸿星尔克的家人们，非常感谢。我当时真的被吓呆了啦，因为我想哈，为什么能够有几百万的网友啦哈，就是一下子涌入那个直播间呐，那种凝聚力实在是太可怕了啦。来，很热闹。对，这边是咱们的直播间。直播间啊，正在介绍产品。对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。来，里面请。没错。正在候场的是我们的小。今天能量，每个人越等越多，好不好？这个气氛热烈吧？这种直播上过没有？没有，要不要试试？好，安排。前都在旁边看着的，但这次我们得主角了，好紧张！你看，全身这个行动，哦，都是这个鸿星尔克的，对对对，啊，裤子还有鞋子，那这个鞋子就是手上拿的这双，对，是这一款，我们的金光，对，蛮舒服，脚感就是一个就是舒服有回弹力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而且刚才你说到全碳板，对，像您这个年纪，咱俩家里年纪100多的这个年纪哈，能够感觉到穿这个还很轻松，这么减龄，哎，我感觉可以继续再穿下去。因为颜色很亮，也是年轻人喜欢的配色，也是我们喜欢的。对，也是啊，大家都爱喜欢的配色。我们也很年轻啊！来，先点关注，我是大爷。直播带货对崇高哥俩来说都是头一回，眼看带货刚进入状态，一转眼似乎又跑题了。口珠呢是台湾过来的，而我呢是福建的，这就是我们福建的品牌。说到这个福建的品牌和咱们民族品牌和咱们的关于的体育产业方面，那我们福建是可以大说特说，包括这个奥运会啊、冬奥会啊，有多少的这个品牌或多少的球队啊，队员们穿的都是咱们福建生产的衣服，而且我们真实感受质量真的不错，对吧？福建的这方面的企业和企业家呢非常多，那么还有很多人继续在创业，也依然秉持这种福建精神，爱国爱乡，对吧？海纳百川的，然后是敢拼会赢的这种福建人的精神。爱拼才会赢吗？对，爱拼才赢。来，这谢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谢谢大家送福利了。哇，怎么样？啊？很紧张还是？我是感觉蛮紧张的。来，看看数据怎么样？刚才。我们进场之前有多少分？进场之前，
进场之前就200多人。两百多。两百多人。那后来呢？有没有丢人呢？有没有丢？不会，反而在线上升了。起来了。啊，对，有达到500多人在线。对，变成500多。达到五百多，那有成交吗？啊，有成交。成交有大概这边显示26单。26单，26单的话是500多块钱一单哈，成交额是1万多。一万多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看来战绩还是不错的，好吧，继续努力，加油，好，加油。在鸿星尔克直播间，崇高哥俩体验了直播带货，也近距离感受到一年前那场汹涌澎湃的抢购热潮。对我来讲，张梦虫一直相信一个词，见微知著。在这里，他看到了企业的担当和命。我们有一位网友嘛，然后他是一个美院的一个学生，然后他就买了我们一双板鞋，然后把清明上河园的这个整个给他画上去，然后很多网友就是说，哎，有这么好的产品，你们是不是跟这个艺术家一起来合作来做？然后我们就找到这个同学，跟他一起来做这个产品的联名，然后把这款产品推出来。那产品现在销售怎么样？销售不错。那产品还翻了2-3次单呢，这个是那个荷兰博物院的，啊，博物院的这个，啊，荷兰博物院，后面这是饕餮的这个纹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坚持要做一个华流的一个践行者，把更多的跟这些年轻人啊，来一起来弘扬中国文化，用中国的品牌、中国的产品来讲好中国的故事。从企业捐赠到新产品研发，再到对国潮的演绎，吴荣照让崇高组合看到。美是多种多样的，他们各不相同，却彼此相通，而这一切都根植于这个浩荡向前的时代。我78年出生了，出生那一年就是改革开放的那一年，所以我们的经历是真的是从以前物资很匮乏，慢慢的看到这个整个国家强盛，真的我这40几年就是见证咱们中国在崛起，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时代。所以这种认同感是嵌入在这个基因里面，嵌入在整个人里面的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小梦想嘛，融入到整个国家的整个大的中国梦当中去。怎么样，侯叔？感觉厦门如何？漂亮吧？厦门的确是一个非常漂亮、非常高颜值的城市。那除了这高颜值呢，还感受到什么了？开放、包容。我在厦门碰到很多的台青，在这边创业、安家，他们都过得非常的舒适。所以啊，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呀。让人有家的归属感的不仅仅是厦门，福建正努力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。在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土地上，崇高哥俩一路探访，一路发现。他们在街头巷尾寻找台湾味道，在字里行间寻觅两岸故事。他们感受到了大陆乡亲对台湾同胞的情谊，也见证了许多台胞在福建安居乐业、落地生根。他们的所见所闻通过网络在海峡两岸广为传播，也因此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了祖国大陆真实的状况，并对这里心生向往。路在脚下，心向未来。崇高组合的旅行还将继续，崇高的事业终要完成。